邓天阳，现在这个男人是我的了，请你离他远一点。一个人若是想背叛你，是怎么都拦不住的。干什么？我不许你娶金明月。这事就由不得你了，他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这是在无理取闹吗？当日我也是雨泽的未婚妻，你也无理的要求我不许嫁给他，我现在怎么就不能要求你不能娶金明月呢？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要不理我，好不好？你怕什么呀？怕我会失去你。我喜欢你，方天意，我喜欢你。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很确信，我就是喜欢你。那些危险我都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